一家国际集团于2004年3月28日创立，在全球设有超过20家子公司，经营的业务涉及化妆品、珠宝、旅游、电子商务、投资、地产、金融管理、教育及高科技产品等领域。一家国际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，包括萃取中心、实验检测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，经过多年的研发，创新出独特的曼尼肽链应用技术，开创了人类细胞衰减控制领域的新纪元。一家国际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，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口碑。一家国际多年来坚持以曼尼系列产品为核心，打造全球抗衰老第一品牌，并凭借抗衰老领域的巨大商机和无限潜力，打造最佳的个人创业平台，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梦想，成就精彩人生。2014年4月25日，一家国际集团被授予21世纪至尊企业大奖，曼尼系列产品获得21世纪至尊产品品质大奖。一家国际拥有简单高效的系统运作模式，卓越的领导团队，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和顶尖的教育培训系统，打造最佳的个人创业平台，帮助更多人实现人生梦想。自企业成立伊始，一家国际一直热心慈善公益事业，并鼓励和带领事业伙伴积极参与，尤其对资助教育、消除贫困等公益活动格外关注和投入。近年来，郭炳廷先生带领合作伙伴捐资助学、助教，捐赠金额超过1000万元。他本人通过公益基金捐赠500万元用于灾区重建。2014年8月27日，一家国际在马来西亚投入100万令吉成立一家爱心基金，开创马来西亚行业先例。一家国际作为一家跨国的国际企业集团，始终为了打造圆梦平台、创建爱的家园的伟大愿景，与广大合作伙伴携手同心，共同发展，一起开创美好的明天。